终于来了，如你所愿。今日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。我师兄上古刀的尸体在哪里？想知道，赢了我再说。 这天气出海，这也太遭罪了。别说话，小心让盟主听到。哎，那儿是不是有个人呢？是李湘仪。 上古刀的尸体在哪儿？
李尚仪，你干嘛呀？十年前你是因为中毒，所以才输给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爬人墙角可不是个好习惯。哎呦，这干嘛呀？十年前东海一战，我一直以为显影你半爪，所以才是天下第一。今日你告诉我，胜之不武。你是说这一切你都不知情？ 你羞辱我！原来如此。罢了，往事如烟去，谁输谁赢都不重要。重要！我当你是弑君立嫡的对手，你让我成为一个笑话。狄盟主，时间都过去这么久，你将当这个话没有听到，行了吧？不行，我要和你再比一场。 堂堂正正再比一城，你应该心里很清楚。你既然都听墙角也听到了，哼，如今这个毒已经进入了我的骨髓，那里也只有一城。要不然，你看看新的剑舞排名，那个浮屠三圣体弱挺厉害的，你去找他们比吧。我帝飞生此生只有一个对手，就是李相夷。 此生只有一愿，就是赢他。那对不住了，我也帮不了你。现如今，你就是天下第一。我狄飞生何须你承让？不过就是碧茶之毒，我想办法治好你。哼，听说药魔呢造出这副毒药，天下无人可解。再说了，这个无了和尚医术高明。 花了10年的时间都医不好我，他们没办法，不代表我没办法。把洗金法髓诀告诉我，我想办法救你。哼，你当我傻呀？洗金法髓诀，很简单啊，你要是帮我找到我师兄的遗骨，一样换一样，否则一切免谈。你师兄，善孤刀的遗骨，早就成了一块黄土。即便成了一块黄土。 以你我之缘，你有，我就和你换；你没有，我也没有。